一百九十五，好，有三张图片，第一张按到面盆，第一张水桶，第三张挖鹅。我们听听看，它的题目是：下边哪张图是挖鹅？一、二、三。下面哪一张图是挖鹅锅子？那当然就是什么呢？挖鹅。一百九十六题，好，一公园，二运动场，运动场，三草坪，草地。我们来听听看它的题目。阿花得到就对于比赛界冠军，请问这比赛会的哪位举办？一公园，二运动场，三草坪。阿华得到了跑步比赛冠军，请问这个比赛会是在哪里举办呢？当然是运动场。一百九十七题：一空投，二赤的，三鹅鹅。那我们来听听看，它的题目是：佢初半年是两千，下半年抢走，系讲赌到乜嘅？一空投。二赤的，三鹅鹅。他昨天去领钱，居然被人抢走了，是说碰到了什么东西呢？当然就是赌到空头。一百九十八题，第一只龙虾，走廊下；二树虾，树下；三汤虾，客厅。我们来听听看他的题目。阿温的目睹看电视，请问阿温的下眼可能的哪？一龙虾，二树虾，三烫虾。阿文在房子里面看电视，请问阿文现在的人很可能是在哪里呢？答案就是烫虾。一百九十九，一骨头。割到了，你跌倒，跌倒了，三凹倒，被折到了。我们听听看，它的题目是：实体嘅公交票冇乱跌，系冇会害人样板。一割倒，二跌倒，三凹倒。吃完的香蕉皮不要乱丢，会害人怎么样呢？当然就是外海人对赌两百，一拍拍，二雾雾黑黑的，三嗡嗡黄黄的。我们听一下它的题目：江中人第二条下做事，免晒到样板。一拍拍，二雾雾，三嗡嗡。杠种阴就是农夫，在太阳底下做事，脸晒到怎么样了呢？好，就是晒到呜呜。两百空一梯，一芒食改菜，还没吃的菜；二煮好改菜，煮好的菜；三是寸改菜，就是吃剩的菜。听听看它的题目：食个改菜梅而变起来，系魔为坏特。请问一下，会捞乜嘅冰起来？一芒食嘅菜，二煮好嘅菜，三食寸嘅菜。吃过的菜尾要把它冰起来，不然会坏掉。请问现在是要把什么东西冰起来呢？所以我们的答案是食寸嘅菜。两百空二梯。一当好睡，很好睡；二不好睡，不好睡；三睡不得，不可以睡。我们来听听看，它的题目是：阿爸在眠床睡，一下就睡到五点钟，是讲几样板？一当好睡，二不好睡，三睡不得。
爸爸在床上睡，一下子就睡得很熟了。那说去拥抱了呢，当然就是当好睡。两百孔上，第一章是礼吗？第二章是咋儿？第三章是摩儿？我们来听一下，它的题目是：下辈哪张图是咋儿？一、二、三。下面哪一张图呢？是咋儿雨伞，当然就是第二个喽。两百空四梯，第一张象儿，第一张日头太阳，第三张月光月亮。我们听听看它的题目。半夜半盖暗不透，马盖提撇太提撇然。日象儿，你日头。三月光，半夜半，中秋节的晚上，什么东西特别大特别圆呢？好，当然也就是月光咯。两百空五梯，一人笔铅笔，二墨笔毛笔，三蜡笔是蜡笔。我们听听看它的题目。用墨盖笔写诗，写五尺诗做得用出了出题。一人笔，二墨笔，三蜡笔。用什么笔写字？写不对字可以用橡皮擦擦掉，那会是什么呢？当然就是人笔。两百空六题，一金金亮晶晶的，你汪汪黄黄的，上风风红红的。听一下他的题目。阿婆精神当好，木柱看起来娘班。日金金，你汪汪，上风风。奶奶精神很好，眼睛看起来怎么样呢？好，当然就金金。两百空七题，一难事懒惰，二客气客气，三亲恶很凶。我们听一下他的题目。店头家看到人客来，总是小小的门机爱物界，所以生意当好，是讲机为人样板。一难事，二客气，三亲恶。店头家是老板，看到人客总是小小的。好，他的生意很好，然后又很亲切，那么他的人是怎么样呢？就是当客气。两百空八题，好，提着两沙两个人，提三沙三个人，三四沙四个人。来听一下他的题目。阿花两公婆去日本了，不卡存到阿妹母去，请问阿花屋卡有几多沙？一两沙，二三沙，三四沙。阿花两夫妻去日本玩，家里呢剩下阿妹母去，请问阿华家里有多少人呢？三沙。两百空九题，一生日快乐，二恭喜发财，三安久好吗？最近好吗？我们来听听看他的题目。过年了，阿婆两风暴该下，应该爱先讲物该下就礼貌。一生日快乐，二恭喜发财，三安久好吗？过年的时候跟奶奶呢拿压岁钱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要先说什么比较有礼貌呢？当然就是恭喜发财，你出来吗？两百一十题，一叠叠掉了，二叠叠丢掉，三扁叠放掉了。
那我们来看看他问我们什么呢？很是得用得多嘅东西，唔好钱财用办。日得得，你得得，三不用得，还可以吃的，还可以用的东西，不要随便怎么样呢？当然，也就是得得。两百七十一天有三张图片，第一张是普洱，是苦瓜；第二张菜瓜，丝瓜；第三张苦瓜，苦瓜。来，我们听听看它的题目是：请问下边哪张图是普洱？一、二、三。请问下面哪一张图是苦瓜？好，那答案当然就是第一张喽。两百七十二天，一木镜眼镜，二木珠眼泪，三木珠眼睛。听听看他的声音。阿哥古看到分派嘅事，先生欠几错到挑钱，请问阿哥古冇带到物嘅？一木镜，二木珠，三木柱。阿豪这个人呢，看不到黑板，老师呢叫他坐到前面。敲门阿豪古呢，他没有带到什么样的东西。木镜。再来，两百二十三天，一洗衫机、洗衣机，二瓦斯炉，三热水器。好，我们听听看呢，他要问我们的是什么？下边内容东西是阿咩的做下煮盘而用多解？一、洗衫机；二、瓦斯炉；三、热水器。下面呢，哪样东西是妈妈在厨房煮饭的时候会要用到的东西？当然就是瓦斯炉。两百二十四天，一热到中暑，二冷到冷到感冒，三闪到闪到咯。听听看他的题目。阿面见老皮水，跳那胃痛，想去日本先生看，是讲阿面可能用办。一热到，二冷到，三闪到。阿明呢一直流鼻水，头呢会痛，想要去给医生看，是说阿明他可能怎么了，他又流鼻水，头又会痛，当然他也就是怎么了，浪斗嘞。两百七十五天，两百七十五天，体质叫创业楼老丈人。第二个呢，亲家公亲家。第三个，信用公新郎。听听看他要告诉我们什么。阿荣今半夜托姑娘，几个身份系乜嘅？一聪明佬，二亲家公，三信用公。阿荣哦，今天要娶老婆了，他的身份会是什么呢？当然也就是信用公。两百七十六，一三十张，三十张，二三十个。三十个，三三十几，三十只。我们听听看他的题目。学生啊，有三十三，请问电脑要准备几多？一三十种，二三十个，三三十几。学生有三十个人，请问电脑椅子要准备多少张呢？当然，他的答案就是三十张。两百二十七天，好，一吹日头，出太阳；二乌阴乌阴，就是阴天阴天的；三出强嘞，出彩虹了。来，我们听听看它的题目是：早儿大年去，江爬等下会落水。请问这下个天气是样办？一吹日头，二乌阴乌阴。三出强嘞，雨伞带着去，
恐怕等一下会下雨哦。那么现在的天气是什么样呢？当然有，就是说现在的天气是不晴。两百一十八天，天早起洗漱洗澡，天早点香是点香，天三早煮茶泡茶。我们来听听看它的题目。银行来嘞，阿公开牙齿做么解？日洗漱，二点香，三煮茶。客人来了，爷爷开瓦斯要做什么呢？当然就是要煮茶。你对了吗？两百九十九题。好，有三张图。第一张图是谁？偶尔小孩子。第二张图是谁啊？这儿是小姐。第三张图是福音嘎，就是结过婚的女士。我们来听听看，它的题目是：下边哪张图是谁？偶尔一、二、三。面这张图呢，哪一个是谁？偶尔，当然它的图就是第一个喽。两百二十题。第一个目柱眼睛，第二个手脚，第三个鼻孔鼻子。我们来听听看，它的题目是：阿妹唔本生意呢，看太多天使，系惊怕对物界唔好。一目柱，二手脚，三鼻孔。阿妹本生意看太多的电视，恐怕会对什么东西不好呢？嗯，当然就是日木柱咯。两百二十一题，告诉您是教书的老师，杠种音是农夫，胜利音是做生意的人。我们现在来听听看他的题目。阿俊加爸开公司从五位首先，请问加爸是哪种音？是告诉音，二杠种音，三胜利音。阿英他的爸爸开公司，赚了不少的钱哦。请问他爸爸是哪一种人？因为开公司，所以他的爸爸是三胜利音。两百二十二题，日昂布拉今天晚上，你错昂布昨天晚上，三烧造星明天早上。我们来听一下他的题目。基金本日二十条金都木水，天长系物界世界木水宝。日昂布拉，你错昂布，三烧照心。他今天白天的时候一直打瞌睡，因地是什么时候没有睡饱呢？他的答案是错昂布，昨天晚上。两百二十三题，第一张是隔壁邻舍，隔壁邻居。第二张隔壁庄头，隔壁的村庄。第三则隔壁人士，是隔壁的县市。我们来听听看他的题目。上屋盖熟工，下屋盖白坡，窗下来过家了，也是讲记得带电来。日隔壁邻舍，二隔壁庄头，三隔壁人士。住在上边的叔公跟住在比较下面的伯祖母常常来我们家拜访，这是说他们住在哪里呢？他的答案是隔壁邻舍。两百二十四，第一个是两百五，是两百五十，百五是一百五十，三五十是五十。我们来听听看题目。爱买一只杯药，那两百个元，
早五十，枪门两只不要爱几多钱？十，两百五，二，百五，三，五十。我买一个杯子，拿了200块钱去，老板找了50块钱回来。请问这个杯子要多少钱呢？答案是百五，150块。两百二十五天。第一个答案是 hanky， 就是下棋的意思。第二个本身上看，就是给老师看。第三个露营，就是露营。我们来听听看，它的题目是：阿公当伊都是工人，请问阿公可能系去做乜嘅？一 hanky， 二本身上看，三鲁嚷。爷爷每天都去公园，请问爷爷可能是去做什么呢？答案是 hanky 下棋。226，第一个答案是吞两儿，是猜谜语。你爬梁山，划龙船，三新月饼，吃月饼。我们来听听看他的题目。张一板的干部啥期有可能期盼的发通是什么？一吞两个，二爬梁山，三吃月饼。元宵节该干部那天晚上社区有可能举办的活动是什么呢？答案是一团两个猜灯谜。227，第一只是高丽菜，第二只是菜头，第三只是鲍烧。我们来听听看，它的题目是：葡萄是秋色的，下边哪种菜也是秋色？一、二、三。葡萄是紫色的，下面哪一种菜也是紫色的？好，那个答案是高丽菜，秋色的。228题，第一只个答案是水，第二只是凉水，第三只是厚水。我们来听听看它的题目。下辈哪种做得用来煮泡面？一水，二凉水，三厚水。下面哪一种东西可以来煮泡面呢？答案是水。229题，第一只是没闲，没有空，第二只没人，没有的事情，第三只没财，哎，真是很可惜呀。好，我们来听听看，它的题目是：过年为到嘞，贵家人开始变傻福卡，准备吞人盘，大家就当样办。一没闲，二没人，三没财。好。过年会到了，全家人开始在那边大扫除，准备团圆饭了。请问这个时候大家都怎么样呢？好，他的答案就是一当摩憨。230题，第一只散漫努力，第二只难事是懒惰的意思，第三只好搞是喜欢玩的意思。我们来听听看它的题目。鸡的暗部读到12点长睡梦，请问鸡是两班概念？一散漫，二难事，三好搞。他每天晚上都读到12点才睡觉，请问他是怎么样的人呢？他是一个散漫感应很努力的人。
231。日，两子呀的意思呢，就是两父子。两兄弟是两兄弟。第三，两子说。好，我们来听听看它的题目。阿三姑老家把两沙系物嘅关系。日，两子呀。二，两兄弟。三，两子说。阿三呢和他的爸爸两个人，梁沙两个人是什么样的关系？那么他们的关系当然就是一两子啊。好，232题，提提种菜，种菜，你种牛，看牛，提三晒谷，晒谷子。我们来听听看他的题目。后八届成年呢，无法读起学堂读书，创下的初步成就做么个？一、种菜；二、种牛；三、晒谷。以前的小孩子没有办法呢去学校读书，常常的初步就是草皮上成就帮忙做什么？他的答案是种牛啊。233题，提一扎沙儿就是沙子，提一扎扎儿是雨伞，提三扎瓜儿是瓜。我们来听听看它的题目。落水了，去学校爱看乜嘅？日沙儿，二扎儿，三瓜儿。下雨咯，去学校要拿什么东西？答案是你扎儿雨伞。234，提一扎阿爸伯父，提一扎阿叔叔叔，提三扎阿爸爸爸。我们来听一下他的题目问我们什么。下辈马英最多岁？日阿爸，二阿叔，三阿爸。下面什么人最多岁呢？好，答案就是一阿爸伯父。235题，给有三张图。第一张图是爆笑玉米，第二张图是小鹅，它的意思是小米的意思。提三扎巴勒巴拉，我们来听听看它的题目。请问下辈哪张图是报销？一、二、三。请问下面哪一张图是玉米？你的答案是不是这个报销？236题，第一只七家人自己人，第二只三分人陌生人，第三只后生人是年轻人。我们来听听看他的题目。下辈内容人的公差度而信用为本老人家错。日七家人，二上分音，三后上音。下面呢，哪一种人在公车里面必须要让位给老人家坐呢？答案就是上后上音。237题，提一张暗布条晚上。提一扎林暗摩是傍晚的意思，提三扎当九条是中午的意思。我们来听听看他的题目。日头而落山嘞，请问下下系乜嘅时间？日暗布条，二林暗摩，三当九条。
太阳要下山了哦，请问现在是什么时间呢？答案就是你林阿和傍晚两百三十八天天一早是黑气，很客气，天一早是十万努力的意思，提三只是老实，是很老实的意思。我们来听听看他的题目。阿妹当日清早就出门做事，是讲几样办？日学习，二三忙，三老实。妈妈每天呢很早就出门去工作了。请问他是怎么样的人呢？答案就是你三万改音两百三十九一喵喵，就是摸一下，你戳戳的，就是擦一擦，三弄弄的，就是磨一磨。题目要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听听看。也记多尔摩里勒，阿妹讲爱那形容办。日喵喵儿，你出出了三 no no 儿。这只刀子没有力了，妈妈说要拿去做一下什么事情呢？我们看一下的答案是 no no 儿。就是要把这一只刀子拿去磨一磨。两百四十，提一只两姊妹，就是两个姐弟或者是两个兄妹。你两兄弟是两个兄弟。三两公婆是两夫妻的意思。我们来听听看题目。爱去客山拄到阿三古老家姐，系讲爱拄到基沃卡嘅马音。一两姊妹，二两兄弟，三两公婆。我去爬山的时候，遇上阿三和他的姐姐，系讲基拄到基沃卡马音呢，碰到了他家里的什么人？答案就是。两姊妹，两百四十一天，一天机牵他，你天机是很气他，三天机是劝导他。我们来听一下他的题目。看唔到个人过太路，你爱娘班做下好。一天机，你。田鸡三田鸡看不到的人狗抬路过马路，哎，你我们要怎么做才比较好呢？他的答案就是田鸡。你们很棒哦，我们继续加油。两百四十五天，一病了放假，你补考补课，三上课。我们来听听看他的题目是：稍下就唔是上课，请问你几位系讲稍下就娘班？日病了，你补考，三上课。明天下午不用上课，请问这句话是说？明天下午会怎么样呢？答案就是病了，因为不用上课啊，不是上课。两百四十三，三张图，第一张图是无的稻谷，第二张图是无汤，是晒谷场，第三张图是运动片，就是运动场。我们来听听看他要问我们什么。下辈哪种土是无汤？一、二、三、
下面哪一张图是合成？合成就是晒谷场煲汤，所以它的答案是二。你对了吗？两百一张图。那么 TELF 呢？它有三个答案。第一个呢是两地条幅，第二则是两则条幅，第三则是两粒条幅。那他问我们什么呢？第二张图解条幅，按用半天讲，是两地条幅，二两则条幅，三两粒条幅。这一张图的豆腐，我们要怎么样去形容它？当然就是要把它说成两块豆腐，两块豆腐。两百四十五题，第一张是吃的侄子，第二张小郎，小郎是女婿，第三张外甥。外甥就是外甥。我们来听听看题目。每一个老公是亚马人。日是的。二蛇郎。三外甥。每儿女儿的老公是你的什么人呢？答案当然就是我们的蛇郎女婿。两百四十六题，第一则当欢喜很开心，第二则当生气很有趣，第三则当生气是很客气很小心。好，我们听听看他要给我们的题目是：阿明就对了大体日当天是讲金融班，日当欢喜，你。动生气，三动生意。阿明呢？比赛跑步拿了第一名，非常的开心。这个时候是说他怎么样了呢？答案就是动欢喜了。两百四十七题，第一则是手拉布，手拉布是手套的意思。第二则盖盖儿是气球的意思，第三则书奶呢是橡皮筋。我们来听听看它的题目。老太唔知用乜嘅摊挨当痛，请问老太可能系用乜嘅？一书喇叭，二盖盖儿，三书奶呢？弟弟。不知道用什么来弹我，好痛哦！请问弟弟可能是用什么来弹我呢？他的答案当然就是橡皮筋书奶呢。两百四十八题，第一个长走的才可以，第二个长累了再来玩嘛，第三个狗尬了就是拜访人家。我们来听听看，他要问我们的是什么？有人客来屋卡爱转呢，你为老几讲乜嘅？一长走的，二长来了，三过假了。有客人来家里玩，爱转呢就是要回家喽。你会跟他说什么？那我们当然就是会跟他说长。来了咯。两百四十九题，有三张图片。第一张图是彩虫，毛毛虫。第二个呢是七彩的，七彩的是蟑螂。第三张虫片是蚯蚓。我们来听听看，他要问我们什么东西。请问下辈哪张图是充钱？一、二、三。
过年过节是喜人物卡，而大雕儿物该掌握实力。一、手帕；二、皮包；三、电炉。250BT 有三张图片。第一张图呢是说脚趾公是脚拇指的意思。第二张图片是膝头，膝头呢就是膝盖咯。第三张是脚拇柱，脚踝。好，我们听听看他要问我们的是什么。下背两张图乃为是脚拇指。一、二、三。下面哪一张图呢？是脚踝，答案就是三，脚拇指，脚踝。252题，一样是有三张图。第一张图呢是什么？是短呢，就是阶梯的意思。第一张图是退拍，是楼梯。第三个呢是输出，输出，输出。好，我们听听看它的题目是什么。下背哪张图是退拍？一、二、三。下面哪一张图呢是楼梯？我们的答案就是停一下退拍。253。好，这个是什么？荡秋千，对不对？好，它的题目的答案有停一下溜滑梯，溜白腿，停一下空桥标。空桥标是什么呢？是我们中文的跷跷板。第三只吊公公呢？吊公公呢是荡秋千的意思咯。好，我们听听看它的题目是问我们什么。请问两张图是什么？一、溜滑梯；二、空桥板；三、公公呢？请问这一张图它是什么？答案就是公公呢，公公呢。254题：一、阿爸伯父；二、阿 Q 舅舅；三、阿叔叔父。好，我们听听看他的题目是什么。阿爸盖楼梯，你会掀几么盖？一、阿爸；二、阿 Q。三、阿叔。爸爸的弟弟，你要叫他什么呢？答案就是阿叔。255题。第一只浸水，就是泡在水里面。第二只搞水，就是玩水。第三只秋水，秋水呢就是游泳。听听看题目。热天时节，阿明冲头去好把洗洗呢，洗洗呢就是什么？一、浸水；二、搞水；三、秋水。夏天的时候，阿明呢常常去河边游泳。答案就是秋水。256题，提着翻草。翻草就是昨天晚上失眠了。提着薄梦，薄梦是做梦的意思。提三着紧水，是一直睡。那我们听听看题目。阿明几晚不睡不得，是讲几晚不娘班。日翻草，二拔毛，三
紧水。阿米呢，他跪昂布，就是整个晚上没有办法入睡。是说他昨天晚上怎么样了呢？当然他昨天晚上翻草失眠了。257日是早，是早是吃早餐。你是啥，是啥是吃晚餐。三十九就是吃午餐。听听看题目。暗暗的和病体来吃饭，是讲是来餐饭。日是早，你是啥，三是九。太晚了，这么晚了，可以放下来吃饭了。是说现在要吃哪一餐的饭呢？当然是晚上的那一餐，吃晚餐。258题。日莫请财容配应改炸额，就是不要随便呢去使用别人的雨伞。你走得用两支炸额，就是你可以用这一支雨伞。三马上求容带两支炸额，就是什么人都可以使用这一支雨伞。他到底要说什么呢？该支炸额不是你改，做马改钱财天通，强门也是马改意思。日莫钱财用平音改炸额。你做得用两支炸额。三马沙丘用得两支炸额。那一支雨伞不是你的，为什么你可以随便去乱动它呢？请问这是什么样的意思呢？它的答案就是不要随便去使用别人的雨伞。你错了吗？你的题目就到了，希望大家